Miss Google 1228, go around 5 runway heading, climb and maintain 9000. Okay, going around runway heading at 9000, Miss Google 1228.大家好，我是 Google 小姐机长。今天没有要做空难模拟，今天要做的是机场介绍。之前介绍过马特凯恩机场，今天要介绍的是丹增希拉蕊机场。这座机场坐落于珠穆朗玛峰的卢克拉地区，所以旧机场名称为卢克拉机场。希拉蕊机场只有一条跑道，24号跑道用来起飞，6号跑道用来降落。现在我们在一台 MDAT 上面 ，Auto Black Set。希拉蕊机场的跑道长度为1729英尺，也就是一圈半操场不到的距离。由于高耸的地形、恶劣的天气以及超短的跑道，飞行员都必须经过严格的中古术训练。我说飞行训练 ，shit。看来我还没有资格降在这个机场。其实拍这部片之前，我真的练习超多次，可是没有一次成功降落的。A320，波音737。CRJ200，波音777。既然6号跑道降不了，那我们反其道而行，用24号跑道来降落。好了啦 ，Get down。Landing gear。Landing gear。Landing gear。OK， 看到跑道 ，Runway inside， we have visual。通常如果高度过高、速度过快的话，会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盘旋进场，一边下高度一边减速。第二种就是直接冲下去硬降落。现在速度来到180节，现在我要打开一个比较特殊的降落伞装置，它可以让我们的速度有效而且快速的降低。OK， 我们现在是0节。Stop。哦不，不太妙，不太妙，拉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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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虽然失败了，不过有一点 feel 了，对吧？这次我们要修正的地方是要在高一点的地方放出降落伞，这样子我们才有空间让速度提升。OK， 看到跑道，差不多可以放降落伞。Oh my god， 这个上升率。OK， 速度归零，高度还不错，吸一点氧气，保持清醒。OK， 可以解掉了。慢慢来，加速加速，各位，速度上来了。哦不，有点高，有点高。哦不，哦不 ，overrun overrun。Oh my god！ 哦嘘嘘。
Shit！ 各位旅客，我们要掉进山谷了，请你们跳机，请你们跳机。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emergency crash landing. Evacuate, evacuate, evacuate. Jump, jump, jump. 好啦，至少我们这次轮着碰到平地了。在执行这个 24 approach 的时候，我会建议下高度的时候再开始放起落架，这样子多少可以帮助你降低一些速度。190节，天哪，200节了。波音747降落都没有这么快，不过没关系，我们降落伞。啊，你啊喂，你看这个速度，后面这个距离一定很大。可以减掉降落伞。OK， 高度还可以，抬高，抬高，抬高。OK， 哦、oh, ，yes， 我们。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我刚刚轮子不是碰到了吗？可能是这个山坡的角度太大了。虽然这次没有碰到跑道，不过刚刚那个轮子着陆的时候，为我们这次成功了。好吧，再试一次。要降落在24号跑道上面，其实真的蛮难的。我现在只希望能够活下来就好。至于有没有降落在跑道上面，都不重要了。各位旅客们，你们也是这样想的吧 ？Runway inside, and the landing gear is down.Landing light on， 因为我们左右跟后方都是山，所以其实如果要盘旋进场，基本上也是不太可能的。开启降落伞。Stop. Okay, easy doesn't easy doesn't. Stop. Okay. 关闭。Stop.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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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怎么这么近？怎么这么近？右转，右转，右转。Okay， 速度慢慢上升，放精翼。OK， 有点偏了，速度还在范围之内。OK， 有点高，有点高。Come on, come on, come on， 速度大点没事。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我要活下来，我活下来，拜托，拜托，拜托。只要我活着就够了。改平，改平，改平。Oh my god, oh my god, stop.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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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 stop.This is emergency. Evacuate, evacuate, evacuate. 我们成功了。Jesus Christ, 我们成功了。我现在得吸吸氧气来镇定一下心情。虽然我们把飞机成功停下来了。不过刚刚摔成那样子，我亲爱的乘客们，没死也剩半条命了吧？天哪，看看这个下降率。不过我们只花三次就成功，应该还算可以吧。最后我们来试一下在希拉蕊机场冲飞的难度如何。 Miss Google 122H Go around fly runway heading cover and maintain 9000. OK, going around runway heading and 9000. Miss Google 1228. Landing gear up, flaps 10 and landing light off. Okay, 目前高度1200尺，速度140节。这个速度有点危险 ，Go around power check。天哪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2000 feet。哦不，我们要撞山了。I have control。右转，右转，右转。我们现在离地剩下800尺，120节。Oh no, I can make it, I can make it。Come on, come on, come on。Oh no, 我们要迫降了 ，Landing gear, landing gear down。速度110节开始失速，天啊天啊天啊 ！Oh my god, oh my god！ 保持机鼻，保持机鼻，配平拉满，干嘛干嘛？可以可以可以！啊，我们成功迫降了，开始减速，80节 ，pin break set。Oh， 完蛋 ！Gross phone top, gross。
这次真的超可惜的，坠机的致命伤在那个山坡的高低落差，如果山坡再长一点的话，我觉得要刹停其实是还蛮有可能的。到这里也是真的没有希望了，那时候速度已经低到剩下60节，想要重飞也不可能了，只能眼睁睁看着事情发生。Miss Google 1228, go around 5 runway heading, climb and maintain 9000. Okay, going around runway heading at 9000, Miss Google 1228. Landing gear up, flaps 10. 由于希拉蕊机场四面环山，所以像 MDAT 这种客机如果要重飞的话，为了避免消耗能量，最好的方法真的是保持跑道航向直线重飞。如果左转或右转的话，很有可能会撞山坠毁，就算没有撞山的话，也会因为急转弯所消耗的空速过多而失速。不过直线重飞也会失速啦，所以当喊出 Go Around 的时候，其实也可以顺便交手就对了。但在现实生活中 ，MDAT 是不被允许降落在希拉蕊机场的。OK， 我们现在离山顶很近，同时空速也很低，调整一下配品。我们现在离地800尺，这个声音不太妙。哦不，我们好像翻不过去了。Come on， more， 空速有点低，差一点。哦不，准备迫降吧。失速了。Oh my god， 要成功，要迫降的话就要赶快，我们不能再往前了，快点，哇，我们错过了第一个迫降地点，就不太妙。120 knots， 我不想撞在这个山头，通知一下空姐，寻找迫降地点，目前没有看到适合可以迫降的地点。天哪，我们这次会坠机，各位旅客，我们遇到了一点小问题，我们正尽全力控制飞机。不过因为目前没有看到适合迫降的地点，所以祝你们好运。我好像移动到 ADI 了，不过以现在的姿态来看，看起来也没差。哦不，这是死定了。哦选，撞到了。哦不。Oh no, oh my god, 不，干嘛，右转，下降率太大了，下降率，好像稳定点了，在这里迫降。Oh my god, 我们又错过了。等，我们有空速哎，开始重飞。OK, 可以。Oh yes, 重飞成功。OK, 今天的影片到这边结束，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录飞行模拟，老实说是真的蛮难的，如果品质不好的话，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包涵。另外这一次很荣幸可以邀请到小雨飞行跟哥布林来帮我录音，大家也要去支持他们哦，拜拜。我们来看一下 RFS 里面的希拉蕊机场，引擎失效，在 Final Approach 的时候引擎失效真的蛮不妙的，你看这个副驾驶的表情，你就可以体会出来情况有多么的恶劣。